被视为奥斯卡风向球的金球奖，第七十六届颁奖典礼于北京时间七日中午圆满落幕。本届最大赢家莫过于勇夺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与最佳剧本三大奖项的《幸福绿皮书》。另外，改编自摇滚天团皇后合唱团真实故事的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也爆冷击败《一个巨星的诞生》，连拿两项大奖：戏剧类最佳电影与男主角奖。 荣登影帝的雷米马利克致辞时，将奖献给皇后合唱团的已故主唱弗莱迪莫求瑞。戏剧类影后则由七十一岁资深女星葛伦克罗斯以爱妻击败大热门的女神卡卡，在舞台上激动落泪，直呼不敢相信。另外，典礼主持人吴珊卓以电影《杀死伊芙》荣获最佳戏剧类影集女主角，她首次入围金球奖就获奖，同时也是首封影后的亚裔演员。 前蝙蝠侠克里斯丁贝尔则以《富人之人》饰演美国前副总统前尼的角色，拿下金球音乐喜剧类影帝的殊荣。音乐或戏剧类影后则毫无意外颁给电影《争宠》的奥利维亚·科尔曼，饰演疯狂亚洲富豪的吴天敏只能空手而归。而五年前以《地吸引力》拿下金球奖最佳导演的墨西哥名导艾方索·古瓦龙，今年则在以星座罗马》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外语片奖。 另外备受关注的最佳动画片，则颁给《蜘蛛人：新宇宙》这部片，也打败了迪士尼与皮克斯多年来的连胜纪录。导演上台颁奖时，也特别向去年过世的漫威之父史丹利表达谢意。娱乐新星,星报记者孙宇张刘星整理报道。